您好，结账。好的，不用了，这个我自己买，谢谢。好的，小姐。总共是13000元。要不还是我来吧。不用不用。小姐，您的银行卡余额显示不足。扫我的，扫我的。真的不用，我这个卡搞错了，我再找一下。你这孩子，阿姨知道你有钱，你的钱就留着买点好吃的。不用，我自己找一下就好。别走了，你卡片掉在我这儿。找到了，密码是你生日。玲玲啊，这是你男朋友吗？啊，是啊。好，那待会儿一起吃个饭吧。不用了。小姐，刚刚真的谢谢你啊，被你看到那个画面，真的挺不好意思的。他们是你的谁啊？刚进去的时候听到他们喊你小诺。没事了，我随口问问的，不想说就算了。哎呀，没什么不能说的，男的是我爸，女的是我后妈。我以前呢叫史诺玲，后来我爸我妈离婚了，我不想给他姓，就改名叫白玲玲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们关系好像不太好。不是关系不好，是根本没什么关系。